两个美女温柔的小阿姨。阿英，哎，陈宇哥，你怎么来啦？还真的是你啊，今天怎么穿得这么隆重啊？我去相亲了回来呀。什么？你相什么亲啊？你那么漂亮的，不需要相亲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家里人不是说让你嫁给你表哥吗？再说了，相亲的人不靠谱的，都没有彼此了解过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那个啥吗？陈宇哥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开玩笑的，我是去参加了我们村里一个节目回来的。阿英，你怎么可以开这么大的玩笑呢？你开这种玩笑，我会。你会什么呀，陈宇哥？反正以后你不准给我开这种玩笑了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哎，阿英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摸过，不是，这是我的朋友陈宇哥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阿英的姨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对了，阿英，我看你这朋友对你好像挺那个的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前面等你们哈。摸过，没事的。没事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在前面等你们。对，陈宇哥，你最近很忙吗？你都那么久都没有来看我了。这么久。听你这话意思是一直期盼我来是吗？你是不是想我了呀？陈宇哥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好了，你个傻丫头还害羞上了，走了，不逗你了。一定很热吧，赶快回去换衣服，我也去看一下外公外婆，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。走吧，我怕什么呀，外公外婆那么和蔼可亲的。走吧走吧，你走吧。阿英，这个美女是……对了，陈宇哥，就是我摸过，她跟我妈妈是一个家族的，然后是上次就是我祖外婆去世的时候，妈妈也来了，是妈妈介绍我们认识的。摸过，这是我朋友陈宇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英啊，这个美女叫摸过是吧？不是，陈宇哥。摸过是我们就是彝族的一个称呼，我可以叫她小姨的。哦，哦，明白了，就是你们彝族的叫法是吧？嗯，对对。摸过，你跟我一起去外公外婆家里面玩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点忙。有点不太熟悉，对不对？哎，哎呀，你是刻意过来去外公外婆家玩去的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寄养在外公外婆家里面长大的。哦，那你们还有多远呀？我们马上就到了呀，所以你跟我还有陈宇哥一起去外公外婆家里面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点忙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而且我的话还有点远。美女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吧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有朋友来接我的。现在有点热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们回去吧。不过那你不走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前面外公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叫我早点回来。那要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不要让老人家就是等太久，人家会担心的。你们回去吧。那个，回头你有空的话，就是带你朋友一起来我家玩哈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出去慢一点，不是啊？好。那你慢点哦，拜拜。拜拜。阿英。我怎么觉得刚刚那个美女有点眼熟呢？她之前是有来过你的外婆家里面吗？没有呀。但是他就是也有发那个抖音的，你有可能刷到过他吧？我都是妈妈介绍我才认识的他。哦，怪不得，感觉很眼熟啊。陈宇哥，我感觉你是不是只要遇到好看一点的女孩子，你都说很眼熟啊？哪有啊，我来彝族的这边家乡这边啊，就还没有遇到一个比我家阿姨更漂亮的女孩子呢。怎么可能？你慢些走，我用
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，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，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，飘向天边的云你慢些走，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会